安建府相关单位呢，商标居然被对岸业者青睐，偷偷抢着注册。来看最近呢，因为食安出包，遭外界批评的满头包的 GMP 认证微笑 OK 标章，被大陆民众相中抢注为包子店商标。色彩缤纷的台北市政府北字商标也惨遭大陆色情业者来抢注。所幸的经济部跟台北市政府及时出面与大陆来交涉，才获得保全，免遭对岸染红或是染黄。